我是小智研发的创办人黄千智。小，改变自己，从小东西开始。智，跟大自然的德和道来学习。这些伙伴们在同一条道上并肩作战，在各个方面相互学习。未来小智发展的目标会把我们会的东西模组化、在地化，能够快速的被应用在全世界各地。